来看一个详细的消息，在大概11:36的时候，在花莲发生规模5.6的地震，地震源头是在花莲的秀林乡，这深度只有15公里，是一个浅的地震，全台湾拢感受得到。这是在宜兰台中感受的受5级，这花莲南投新竹4级，这桐园苗栗台北甲彰化分林是3级，另外在这嘉义台东台南这部分是2级，这是大概地震详细的消息。